然而二哈他已经不是调皮能形容的了，因为他已经成精了。这是一颗永远无法惊动的高尔夫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有他在，他就会把球抢走。法斗之间的战斗那都是有套路的，提醒晚会，打我呀打我呀，你打不着啊！猫咪之间呢也差不多。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想把这朵花送给你，你收下好吗？真的？这朵花送给你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好吗？那看在我这么真诚的份上。下雪的冬天对于一个小短腿来说是一个残忍的季节，因为走个路什么的实在是太艰难了。走个几米的路都要用上吃奶的劲儿。